想请问一下于和伟老师，上一季您带领三板大斧子碾压黄渤老师的战队夺冠，那您总结自己比黄老师牛在哪里呢？看提示器啊。还要很认真的说，是吧？这当然，那怎么就很认，就是很认真的。我比黄渤呢，主要是牛在这个嘎吱窝啊，因为呢，因为啊，这个嘎吱窝嘛，就是趣味相同嘛，对吧？但是我的这个趣味呢？就是也是，反正都是这个一这都一种味儿吧。